早上有接电话？没有啊。有那个喜帖，我跟你讲吗？所以还要干嘛？哎、欸，要挖到5月20哦，挖这么久。所以要铺到什么时候？我是今天心情好，我平常绝对是给他两巴掌就要出去啊！我是火爆浪子啊！看，刚被你们讲的像妈宝一样，怎么可能？我完全他妈的在我家的面前，我都是火爆浪子啊！平常我这样心情不好，我就给他两巴掌就要滚了啊！他就说干，我在开实况，滚！妈的，不要吵我！我基本上平常都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今天他妈的做效果啊，演给你们看啊！我是演乖小孩给你们看啊！我平常是火爆浪子的、啊，我其实平常就叫他滚了，你知道吗？看，然后今天妈演给你们看，真的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什么关门就不一样？怎么可能？开玩笑，白痴！平常绝对是给他两巴掌就要走的。看他妈的，我开台一直唧唧歪歪的，有没有？看，绝对是这样子的，绝对是这样子的。你每个都觉得我在好笑，怎么可能？